明星运动室，陈怡蓉打羽球放送乳沟自比球场花蝴蝶。秀球技，哎 ，NG， 这到底是要秀哪种球啊？他说练球前暖身要做的彻底，还要注意，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帅的男生，所以衣着要可爱，但是可爱之余又不能就是让自己受伤，所以鞋子衣服都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嗯，怕走光。走光的话，所以防护措施要做好，里面还要再穿一个小可爱。重点是颜色要搭配，然后要打起球来非常的轻盈又可爱。所以呢，穿着打扮是最重要的。一半一半。所以我要做那个羽毛球场上的花蝴蝶，花蝴蝶，花蝴蝶，花蝴蝶。这么煞费苦心，难不成是在等待球场艳遇？觉得搭讪的啊，都很难是真爱。会就是跟我搭讪，可能也会跟别人搭讪。那刚刚是说心酸的哦，还是来看他的球技如何吧。杀球了，有杀吗？有吗？怎么没看到？再看一次好啦。这么优雅的攻击火力，他还是超有自信的。哦，我是本公司的第一名，第一名好手。那参赛者是？参赛者有老板。经纪人还有美女柔柔四个人，既然球技最杀就这样了，摄影哥哥就要凹他来装可爱啦。对，像这样。有点像阿呆。不会，我都害羞了。好了啦，害羞了。苹果的新闻，害羞的点是报道。